看好了，兄弟们，先公牛路线，看一下效果怎么样，看一下这把游戏正常操作下来能偷多少钱。如果超过1000块钱，就说明这个符文是可带的。我希望彼端的世界比这里美好。Q 接 A， 再 A， 好，完美，偷15块，一般。但是有总比没有好。穿透一下，完美。好，他的训练好了，我们两级应该是比他厉害的。再穿刺一下，好，我的仙弓又好了，他已经把药喝了，抢一波二级，再穿透一下。两级怕你一级啊，两级又不怕你一级。不亏，他拿了一血，我没有拿一血，我 Q 没射中， Q 射中他人没了，可惜了啊，不过问题并不大的。我又来了，沙弥拉其实感觉并不怕我的，但还好打沙弥拉千万不要出那种平 A 流，因为你平 A 越多，他大招刷新好，你根本没法打的。A， 偷个钱，穿刺一下，别急。从那沙弥拉好像有点东西的，我本来想用这个卢仙来欺负中单的，他来个中单沙弥拉，我靠嘞，有点东西啊。好，就这样慢慢消耗他啊，别跟他打一波，打一波吃亏。有想法，好，这一波换血我们是赚的，这一波换血我们是赚的。只要注意他的 W 就行了啊，因为他的 W 的话类似于风墙，圆形风墙可以挡任何技能，包括伤害，好吧。先空爆发没有电心高，所以说我们试一下嘛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，所以说不实践你肯定不知道的呀。所以大家看直播的目的就这样的，让大家少走弯路。当你想玩一把游戏的时候，怎么样才能高效的上分？没错，这个时候看直播是最好的，因为主播已经替你们踩坑了，能听懂吗？对吧，我也不怕你，我也不怕你。打野是谁啊？剑圣打野，那我溜了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我补了32刀，他补了13刀，我优势很大，是吧？也是我不玩黑铁局，这位水友开始谈论分段了，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个玩法以及思路而已，你非要说分段，对吧？你又开始了，干嘛？来个 Q， 就好比说你上课一样，那老师为什么不教你高等数学呢？为什么慢慢从1+1=2慢慢开始学呢？是他们的，对不对？我最大的渴望是安宁，循序渐进呢，能听懂吗？别跟我整这些花里胡哨的。开始。现在射你，偷你钱，再阴你，不行，我操，打他确实难打，有点难打。
哎，我不能上啊，我不上的，我吃经验就行了。仙宫投了70多点，那很明显，我觉得卢锡安带电刑会好一点，好吧？因为我们必须要在对线的时候把对面压制。好，溜了，避一下。嗯，我肯定不能上的，我上的话可能会被反杀，我闻一下经验就行了。哦，没必要上。回家来个长剑，然后呢，再来，哎，再来个长剑。哎，为什么系统推荐我出炉灯的回声呢？卢锡安辅助可以出炉灯。好，艾黎压制是最强的，我们是打爆发的，兄弟，我们是打爆发的。好，他现在也溜了，他也出穿甲的。如果我倒下了，他个眼，miss 了。他去帮队友打小龙了啊，打沙弥拉了，先要把他 W 骗了，我们才能上的，不然上的话不一定打得过，好吧？先要把他 W 骗了，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帮一下下路啊，或者找一波剑圣，剑圣可能在打红 buff。打完了，因为这个地方图标已经变成了其他颜色，那就肯定打完了。上不了，算了，没机会。能越塔吗？我觉得可以越塔。这波兵线还不错，感觉还可以。我来了，先 W 增加攻速，圣枪洗脚。为什么是我在扛塔？不亏啊，赚了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抠，可以，不亏。哎，什么意思？这一波是什么意思？有点没看懂。新时来一个。这一波没看懂啊。Execute， 这一波没看到，我一直在扛塔呀，这一波背锅啊，有一点下饭。希望你还留了一手。那我亏了呀，我就拿个助攻，我交个闪好吗？我太亏了。这个上单，这个人没拿到头。好。推线嘛，沙弥拉的话，现在我跟他打，其实我有一点吃亏，最好推线。哦，我们有大又可以支援了，还行，小偷一下。他现在没有 W 了，我找机会上了，等一波技能，等一波E技能他死了，我也点蓝。不亏，咬住，又一个助攻，不亏，110，因为我有仙宫，我有那个宝箱猎人，小赚。你这波线这么一推，不就炸了吗？青史长剑，偷了100多块钱，10分钟偷100多，别带。我的答案是不建议带。我的答案是不建议带啊。对面1-3，我觉得带电刑会更好一点。技能好像挡不掉。不来。
一个大我射死哟。不敢跟我打，上凡。不跟我打，很烦啊！怂了，压制一下，塔下压制，等下个 Q 他就没了呀，死了呀，是吧？错了，哥。我操！你妈了个巴子！抄手烈炉！那没办法，现身等下就没不用怕他了，因为等下我一个大他追着我他就死了 ，CD 一下，没办法。第二，至少我们已经把对面中单已经打爆了，是吧？直接走掉了，你这么说，你的分段不超过青铜。直接走掉了，他是开大加速的，我还没拦，我连技能都没有，走肯定走不掉的，只能用套路，看他们套路他。没打，主播你还没柱子高，哈哈哈。哎，对呀，是呀，你哈哈啥呀，主播很矮你又开心了是不是，多坏啊这些人。枪口喷涂的怒火从来不曾断。干什么呀兄弟，什么意思呀？是一波塔皮，完美，偷了，哎呀，没偷钱，偷钱不？好，完美，蓝美了，正好回家了，正好回家，回家来一个，对面有盾吗？对面好像也不出盾呢，这把对面不出盾的话，我这把出一个幽梦。哎，我有偷钱呢，啊，我有欠钱呢，我可以欠钱，加速我们装备成型的速度，幽梦来一个。增加移动速度，miss 了啊！枪火成霜，好，留了，插个眼，蓝没有，我想阴一波脆皮，看一下我的爆发。比如说这一波下路他们肯定要带线的，偷袭一下。好，我怀念生长的气息，偷袭一下 ADC 进可以秒，完美。这一波偷了多少钱我看一下，本来是150多，这一波偷了妈60块，狗都不要。确定吗小子？你可能会死，真的，等他大没了我再干他，拖一下大招时间，确定吗？不来了吗？好，要炼金我走了，
对吧？我白偷钱呢，你以为你赚了？我在偷你钱啊！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意的是偷钱呢。幽梦，大气，幽梦可以完美。没事没事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漂亮，我来了。细酒一个字，我操，蛮王交闪，我好找个班上，他人呢？他在这边。哎，当你凝视黑雾，黑雾凝视你。咋了？你还能飞啊？我靠，你应该是 TP 跑了吧？天哪，兄弟，没看懂，怎么跑的？人间消失了，人间蒸发了，这个塔。推塔推塔。而且我清线很快，看到没有？清线非常快，走了。等一下，看一下回放，可以，几分钟？十七分钟左右啊，来看一下回放。青雨来一个，幸福是他们的，再来个大青雨，怨恨来一个，吃一波蓝 buff。 这一波可以啊，这一波没看懂啊，他这个还能变身呢，我靠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而且我很克蛮王，因为我如果出了怨恨，我大招减速他很难受，就好比说我自带寒冰的那个剑，懂吗？寒冰剑冲速也很快，现在主播你的头发为什么一会儿黑一会儿白？你在意这个干啥呢？注意我的操作不行吗？咱作为一个游戏主播，你老是在意我这种花里胡哨的干啥？你觉得呢？对不对？大青雨可以，完美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青雨已经买了。沙弥拉出了木刃呢，11级，我已经13级了，偷了363块，20分钟算比较少的了，不建议带，我觉得带电刑会稳一点，好吧。猛男冲击打了360多，还行。欧里切，所以我的爆发。清线很快。一个 Q 后白冰就没了，这一波他们过来守塔的话直接秒了，我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秒人了，正枪洗脚，给我挂上减速根本跑不掉，
看到没有？蛮王来了，我的膀胱看到了。我其实可以秒这个镜的，卡一波视野，假装自己走了，他们可能会过来。我来了，我走了。Shut down。第一枪为的是我们错失的岁月。God-like。第二枪为的是我们无法挽回的爱。没有用，追不上我的兄弟，我有幽梦。干嘛呢，兄弟？没看懂啊？注意我的细节，兄弟们，不要眨眼。哈哈，我操！找个班放，找个保安坐一下。正好我们小区缺个保安。对吧？这是干嘛？你没有大力过来干嘛？没有看懂。我来了，妈妈死了。妻子已经是半个死人，没关系。来个。偷了400块，好，完美。下一件出什么？兄弟们，你们觉得下一件的话出什么装备比较好？收集者怎么样？带斩杀，可以吧？收集者。待会最后一件再买一个复活甲，这一波去不了，位置很差。小伙子反应，身强洗脚，他也死了。剑圣是重刃剑圣，伤害有点高的。Ace 的，不亏。没有大剑圣还是很扣的。他出了个布甲鞋。我们被团灭了，我把剑圣杀了，没有办法。最后出一个战士刺客装，贪欲九头蛇怎么样？黑切其实很多装备都可以做，真的很多装备都可以做的。好，完美。巨酒可感觉也不错，巨酒感觉也不错的。哎，下路看好了，注意我的爆发啊，别眨眼。行。太吓人了。哈哈，漂亮，勾引成功。我们直接带下。为什么出星矢？因为我们出的是玩的是穿甲流。16级了，最后一件买个复活甲吧。往前推，还是带电鞋吗？还是带电鞋会好一点。冰刀减速，
剑圣太可恶了，你妈了个巴子，剑圣没法玩。他很稳啊，他还提前交个闪现，你懂吗？很细啊，很细啊。嗯，最后一件的话，买个复活甲吧。最后一件的话，来一个，死亡之舞。有人说没有攻速，不需要攻速，我们是打爆发的。剑圣，我最后一件，有人说出个蓝盾，他就没啥用了。确实，出个蓝盾，因为对面蛮王也是暴击，剑圣也是暴击。确实我出个蓝盾的话对面就没了，可以买一个，然后再来个愤怒合击。蓝盾我觉得可以啊，还有一个五杀有没有机会？蛮王在哪里？蛮王在哪里？我操你大爷的，蛮王人吗？人不见了，不给五杀，我靠，不讲武德呀，我我靠，多了600块。我觉得电刑厉害。哎。